不知道玩啥就随机挑战嘛，第52天。也玩了几天了，其实打贝利乌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一个比较让我舒服的打法，打的时候总觉得受制于人，而不是我牵制于人。靠通灵强压出来的优势啊，都是。主攻接上来组合技，太喜欢这个技能了。我对雷电属性的任何技能都是没有完全没有抵抗力的，就是喜欢，耐不住喜欢。就对冷色系，这是哎呀哎呀哎呀，嘿，没事没事，忍一手。就对冷色系的那个技能是完全没有抵抗力，太喜欢了。替身，哇，直接冲一下，没事，通灵。主通灵王今天做一只通灵王，也要留下我的背流呼啊！动别故人，留不下就留不下吧，留不下我们再见，拍你个大嘴巴子！我替，来看你，好的，吃你个电击！来，你想走？拍到了吧？完了，挨打。这失误，你熊猫白叫烧起来，一二三，再来，再来一套，没事，替身我直接秒地，来再吸，你反应得过来吗？好的，带着无穷必现，你这个摸头属性终于要露出来了，还有一条蛇，这条蛇神婆，哦呀，中神婆，替身啊，手里捏着大蛇丸。不着急，我，这大嘴巴子，没事，该我了啊！我也抽你个大嘴巴子，来而不往非礼。好的，这个位置非常的 nice， 可以再接一套，来上来接一套普攻。好的，摸头摸头，继续，请维持你现在此刻的态度。吸我，强力索南，直接替身下来，来拍大嘴巴子吗？不就？这你还有吗？这你还有吗，大哥？我在你这一下吸到之后，你敢替身，我直接反身大招就行了。还摸头，还摸头，你跑得掉？好了，兄弟们，喜欢的别忘了给波三连哦，再见。